那上回呢，主要讲的是骨骼，对吧？骨骼就是现在有什么骨骼？一个 center 骨骼，在哪儿呢？哎，找不到啊，找不到。注意在这底下这个位置，点一下，哎，骨骼就显示出来了，骨骼显示出来了。哎，那怎么选不中呢？选择里边，你说我要选骨骼呀，要选骨骼，这样才能把骨骼选中。骨骼可以有移动啊，什么之类的。那么骨骼能不能出现在 MMD 当中呢？很重要的就是要把它放到这个表示骨架当中，center 放在哪儿？root 里面，还有一些表情，还可以添加这个表示骨架，对吧？在这儿一追加就有了。那么我们把它点叉掉啊。这次讲什么呢？这次讲顶点，看它有没有顶点。现在没有顶点，怎么让它有顶点呢？在这个 view 里边。点编辑，然后呢，简易多边形追加，点一下，点一下出来之后，这块有这么一个东西，灰金硅材质，什么材质？红材质，红材质。那么我们可以选绿材质，是吧？绿材质，哎，确定绿材质，哎，绿材质，这有没有放进来啊？其实这是没有放进来的，这是不断在调位置，比如说这个高度在改，宽度在改，横竖的 UV 在改，甚至。X、Y、Z 的方向什么的都可以改，对吧？都可以改。什么时候真正放进去？点一下追加，哎，这个才真正放上去，哎，这个才真正放上去。这个我们可以在这儿看到这个东西就在这儿了，对吧？你觉得，哎，不是这个，那我就 Ctrl Z 撤销，它就没了，它就没了。当然，我们这个时候可以把骨骼去掉。这一次我们就要顶点，就要顶点，显示的是顶点。备选的顶点，选择顶点也选上，这个选择这个顶点也开着。好，重新来一遍，简易材质追加，我们再来一个什么呢？来一个，两面绘画。这个两面绘画如果不勾着，追加一下，我们看这个效果哈。把那个关了，关了之后到这边一看，透明的；到这边一看，一面绘画，那一面没绘画，对吧？这就是两面绘画的意思。那我们不要它怎么办呢？用这个。矩形选框把它选中了，然后呢，把这个选择顶点，然后呢，Shift 加 Delete 删除，或者你直接按 Delete 应该也能删除。然后我们删除了之后再重新来，再重新简易顶点注意一下，我们把它简单一点，一个10×10的，然后这个 UV 分割数呢是最低是多少？最低是2，最低是一，这个最低也是一。那么这个就是四个顶点，对吧？可以设置它 UV 的方向，UV 的方向。好，觉得这个不错，追加。那顶点在哪儿呢？顶点，这就是顶点，对吧？我们看一下它的顶点，在主窗口里面可以看到，负五，就是你在这儿可以看到顶点，对吧？在这儿可以看到顶点，一个顶点，两个顶点，三个顶点，四个顶点，就能够感觉到这个顶点，对吧？你说我怎么看不太清楚啊？那你把这个顶点变大点，点这个表，顶点的颜色是什么呢？顶点的颜色是这个颜色，这个很不明显，目前就跟这个绿颜色很混色嘛。我们把它设置成红颜色。好，顶点的颜色是不是有一小红点？你觉得还不清楚，那你就把它变大点。现在是不是很清楚的一个顶点就在这儿了，对吧？选择顶点呢，它是不是也很清楚？四个顶点一选，是不是变蓝了？变蓝了。这时候我们再点一号顶点、2号顶点、3号顶点、4号顶点，是不是这四个顶点就很清楚，对吧？很清楚。哎，那有了顶点有什么用呢？怎么弄呢？首先我们可以选择一个顶点，然后就出现了这么一个坐标轴的状态，这就是移动。对吧？这就是移动，这就是平移，平移，这就是前后移，前后移。那么还有什么呢？还有旋转，它一个旋转看不出来啊，两个旋转我们看一下，哎，能感觉到吧？旋转在这个面上旋转，当然如果在这个面上旋转呢，是不是它就这么旋转，对吧？就这么旋转。那如果在这个面上旋转呢？啊，它就这么旋转，对吧？能感觉到吧？哎，还有一个是什么呢？是缩放。我们看一下缩放啊，缩放是在这块把它选中这个东西，缩放，
这 UV 太少了，之后可能看不太出来。我们把它整个选中，然后就点中那个小点之后，然后摁上下就可以，哎，摁上下就可以，就是缩放，哎，这就是基本的顶点操作。当你操作了之后，再回来看这个位置，它就应该有变化，对吧？比如说这个东西给它挪开了，其实本质上是什么呢？本质上是这块应该有变化，是吧？你看它具体数值是有变化，这个是它的名字，这个是它具体的数值，这是都有相应的变化，对吧 ？XYZ 法线它就是有一个所谓的两面绘画，什么是正面，什么是反面，这种东西。那么这个东西选中了，它可以移动，对吧？当然我每次就想选一个的话，就按这个点就可以了。按这个点就可以了，就这样按点就可以，这是选一个，这就是框选之后按 shift 就可以加选，就是一个框再一个框，哎，然后这个按 out 呢，就是把它取消掉不选了，还可以用这个自由选择的 key， 就是这样，哎，我就要这仨，好，然后我再用这个它再加选一个，对吧？四个都选中，这是基本的操作哈。我们还可以怎么样？比如把它这个点在编辑里边，在 view 里边的编辑里边可以怎么样呢？可以选择顶点，然后呢让它把这个顶点消除，咔的一下就消除了，消除不就等于没了吗？没了之后能不能给它加出来呢？就是选择顶点这块有一个顶点的结合，它一结合就全没了，是吧？这个 UV 面不能太少了。这个把它全都消除了之后，然后我们试一下那个结合哈，现在没有顶点了，重新来建一个 UV 面，来几呢？还是来五吧，来五，五行五列一追加出来了，这点儿太大了，这个把它变小点吧，密，这个就是反正就是这个是很灵活的，你看得清楚就成，在这个设定四里面。比如说我们点这个点儿，然后把它删除掉，那么它是不是就镂空了？相当于镂空了咋办呢？我们可以把它就是它那这几个给它结合起来，我们选择这个范围，哎，这些所有的顶点怎么样？这不是几个选中了吗？编辑，然后选择面，然后呢再哎选择顶点哈，选择顶点，然后再顶点的这个结合，它就把刚才那几个咔就结合到一个点上了，对吧？它就咔就结合到一个点上了。比如说你砍了一些东西，比如说你把这个东西整个把它顶点都删除了，那怎么办？把它变回来？那其实你可以把这个选中这一个点，然后把它拉出来。到这个位置，这不就这样了，对吧？哎，那这个就是顶点的基本操作。我们可以看到这块的顶点就相当多了，每一个顶点相应都有数值，然后这个顶点的添加和删除就在这儿，删除，哎，就是这个意思。那么，假如说我们要找一个具体的实例怎么办呢？那么我们去这个，那我们把这个上次那个桌上的那个灯把它拿过来。哎，这就是桌上的灯。这个时候我们把这个开开，顶点选择顶点选上，然后这个是这个选择真正的顶点，我们用框选哈，框选，哎，这块是不是就可以框选了？框选了之后呢，它就变成蓝颜色了，对吧？能感觉到吧？这一圈是不是就选中了？选中之后变高，咦，变高，哎，把上面收缩，咦，收缩，咔，就变成一个雨伞的形状。不光这个扁伞现在是有点。这个方向，哎，这个方向也收缩，是不是就这样收缩了，对吧？哎，你可以让这些怎么样，让它这些统合一下，在顶点里面，这个顶点的结合，咔，就结合到肯定一个尖了，对吧？除了这种方式呢，我们还可以就是比如说全通通的变高，那就全选中，然后呢在这个方向上通通的变高，对吧？通通的变高，哎，
选中这个，就是选中这个，然后它就批量变高，就可以批量变高，批量变胖，哎，对吧？批量变胖，哎，批量变这个变瘪，批量变瘪，就是这样的一个方式，还可以旋转啊什么之类的。那这是一个顶点的操作。那假如说是人的模型呢？那我们拖过来一个人的模型，这个人的模型是新规，对吧？新规如果追加的话就在一起了，新规就是一个新的，哎，这个人的模型在这儿呢，顶点好密集，怎么办呢？把这个表里面变小一点，是吧？这就稍微好看一点。然后呢，找到这个就其实就是这个模型它复杂了，就是这样的，对吧？哎。就是这个模型，比如说你希望它的下部颏特别特别的尖，那怎么办？哎，给它弄个尖下部颏，再收紧一点，是不是就可以了？哎，就等会儿啊，这就是不要看着这么多顶点了，不要看着，哎，是不是这个下部颏从这块就尖了？但是从这块还没尖，那怎么办？还是把这个选择顶点选中，这个再往前走到这儿，是不是就下巴颏尖了一点，对吧？那么比如说我想把领带改一改，领带有的时候你这么直接改它是改不好的，你点一下这个角，这个你可以看到有若干种材质，对吧？那这个领带就属于这种材质，把它去掉之后呢，再反向选择，这是不是就剩下领带了？这个领带就是这样的，我想把它就是形状改一改，那就是，哎，选中这个点，然后往里收一点，选中这个点往外凸一点，哎，选中这个点也往外凸一点，那么这个领带是不是就变成一个有点圆咕隆咚的领带了，对吧？刚才是方方的尖领，现在是圆圆的领带，对吧？圆圆的领带也没圆圆的，反正就是折线多一点呗。这个就是这样的一个变化过程。我们再把全体加上之后，这个领带其实就变了，对吧？把这个顶点隐藏掉，关掉，然后把顶点隐藏掉，它这个领带是不是就变了？你这领带可以变小一点，变成到这儿的领带，那怎么办？在这个选择里面可以有，哎，不对，在这个角里边可以有这个，然后反，然后把领带这样选中，然后把它从这个方向上，哎，收缩，并且往上移，再选全，这个时候可以找到这个位置，对吧？找到这个位置，哎，好，那这个领带不就变成这个扁扁的，然后就是这样的一个效果了吗？哎，就是这样一个东西。然后你觉得它还不好的话，那你就再继续反，选中它，然后再全选，然后把它转到这个方向上啊，系到脖子上，对吧？系到脖子上，这样就是这么一个过程。哎，这就完成了这个简单的顶点的修改了。哎，这次呢，我们讲到了顶点，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呢？首先就是最重要的是在 PMX View 里面有这个注意的，然后有顶点，有顶点，这就是你可以选顶点，这边你可以看到顶点，对吧？这是你可以看到这个选顶点，是吧？选顶点。哎，那么手臂伸长吧，咔伸长，咔呀呀，咔伸长，是吧？这个是长臂咪苦，然后长腿咪苦，然后大胸咪苦，哎，啊，是吧？那不正义，然后呢，还有什么呢？还有这个就是腿，咔一下就可以，反正就随便改呗，然后。还有什么呢？还有就是在这个操作里面，就是在这儿可以有顶点相应的一些操作，顶点一些操作，最比较重要的是删除，然后呢这个是结合，然后
这块可有所有顶点的列表，就在这个顶点里有所有顶点的列表。这一次呢主要讲就是这个顶点，那么顶点呢其实就是一个点，那点就会形成面，这面是怎么玩的呢？我们下次再说。